再来是蓝队的最后一组，请准备。我们就无论怎么样就往说话那儿走呗。对，就不行就赶紧换房间，我觉得。对，多说。对，压力给到了我们，醒醒好不好？我醒着呢，别拖小周的后腿，我尽量。 两个字，马屁股，小马，小驴，海马，屁股，黑板擦背，搓背，兔子。这是什么？小鸟，下一个房间，它有两个颜色，黑白两个，斑马，鼻子很长，大象，我们的那个体育馆，奥运会，鸟巢，对，黄色的，我们最新的口味 ，M 系口味，菠萝，哇哦，他们的计策就全都说的那地儿了。 钥匙，两个字，两个人，不行，一共有五个，一个黑，一个白，两个人玩的那个叫什么？围棋，下围棋，五子棋，下围棋，象棋，两个字的动词，下棋，对，四个字。 见钱眼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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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抽筋，手舞足蹈，这是下一个，这个更难。去说话，去说话，去说话。是形容这个人，就是做的东西特别想被别人看到，所以他做的特别夸张是干嘛？后面联想一下我们刚才那动作，张牙舞爪，对。 还剩30秒啊！两个字形容两个人，比如我们分手了，但我们之间还有很多的朋友。藕断丝连，两个字，许仙的粉丝团子最大的坏人，法海，法海是坏人，炸弹攻击重点，战斗机，好的，组合者，哈利波特，哈利波特，哈利波特。 哈哈哈哈哈！周深，周深，周深，给你鼓个掌。这一局给你好了，能怎么样了？给你吧，太努力了，你赢了。恭喜蓝队取得了胜利。 请获胜的队长蔡徐坤来迎娶香锅。现在白队剩30，蓝队零颗香锅。怎么来？怎么来？哪一边？你觉得要不要保一个分数？不是，我们现在30，你不挑战，我们直接就本队零，还是比你们多。那你们也太无趣了。那就这么玩的，玩的就是这么玩的吗？ 所以你们为什么不挑战一下50呢？不是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们自己家的事儿。就是来挑战，就红的，我们要挑战，挑战红的，就红的。我相信你。哇塞！哇塞！可以。
这个反转，这个反转。尚哥，刚才的那个气焰呢？如果我们下一轮赢了的话，我们可以加20，对，这样大家打平，减掉了30的话，我们就变零。我们下一轮一定要拍50。那个几率很小，那现在就是加零呗。现在加零会比较稳妥一点。稳，确定了？求稳，因为你减掉他们的没意义。没意义，这个不在考虑范围之内。哎，可以啊，是吧？可以。加零就留加零，留。加零，太明智了，这个选择太对了。